这两本书的故事听起来会特别有趣，因为呢，它是关于一只小龟。富兰克林更是非常的惊讶，说：“啊，小秃鹿，你简直神了！”回到教室，猫头鹰老师跟小乌龟说：“那你们今天下午要跟小驼鹿一起做一件事情，要给蛋糕店画一张海报。”富兰克林怎么样？在屋里搭了一个帐篷。还有三只啊？那是留给什么的？那是留给新朋友的，对不对？吃完了饼干，他们就真的成了好朋友了。从此以后，每天上学放学，小乌龟都会跟小秃鹿一起玩，哎，一起玩。所以交朋友也没有那么难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那这个故事讲完了，那我有两个问题想问问你。